微微，请问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个纸杯啊。你确定吗？来，你听。嘿嘿，纸杯可以摇身一变，变成喇叭咯。小地球为什么可以在空中漂浮？磁浮列车为什么可以浮在轨道上飞驰呢？原来这都和电磁铁有关系。请锁定这集《生活里的科学》，带你们一起认识振振有词的电磁铁。